跟住落嚟要颁发嘅就系2004年度四台联班音乐大奖卓越表现大奖。呢个奖系颁发俾三年嚟首次推出个人唱片嘅歌手或者系组合，佢哋喺2004年四台嘅流行榜都有好好好好嘅成绩。2004年度四台联班音乐大奖卓越表现大奖铜奖。恭喜你，薛凯琪。今次小心啲啦，系嘛？今次小心，小心好多，慢慢行。所以我头先谂。要多謝商台啦，俾呢個獎我啦。咁同埋要多謝華納唱片公司，每一個真係佢哋真係幫我做咗好多好多嘅嘢嘅每一個工作人員，裏面有 Carmen 啊、May 細嘅傅連、Gary 大嘅仲好多好多。同埋多謝商台每一個播歌同埋中意聽我歌嘅 DJ， 多謝我啲 fans， 多謝你哋，多謝曬，恭喜曬！2004年度四台联班音乐大奖卓越表现大奖银奖。恭喜你，吴浩康。多谢多谢多谢，我通常系攞。通常嚟講，大家新年快樂。首先，我非常非常多謝四台，俾呢個獎我，我會繼續努力。我要多謝以前同埋而家嘅 Music Plus， 因為有啲同事會已經係去咗第二度發展。多謝我嘅經理人公司 EG， 上上下每一位同事。多謝 Ivan， 我講大話過你好多次。2005年展望新嘅將來，我一定會付出100-1萬倍嘅努力。Mandy， 仲有啱啱行咗落台嘅吳宇大哥，多謝曬，我會繼續努力。多謝商台冇放棄過我，我會繼續爭取更加卓越。多謝，恭喜曬你！2004年度四台聯班音樂大獎卓越表現大獎金獎。金獎係難搣啲㗎。哦，關心妍。恭喜你。多謝多謝。多謝四個台對我嘅支持。多謝我唱片公司 BMA， 多謝羅生，多謝唱片公司所有嘅同事，大家都辛苦啦。仲有就係我媽咪同埋支持關心妍嘅歌迷，我應承大家會繼續用心去唱好每一隻歌。Thank you， 恭喜曬！喺台下邊，我見到好多小星星揸住佢哋嘅 banner， 揸住佢哋嘅旗仔，支持住佢哋嘅偶像。呢啲咧對於新嘅歌手嚟講係好重要嘅。所以咧，跟住落嚟，生力軍嘅獎項咧，我哋將會由得獎歌手嘅 fans 親手將個獎頒俾佢哋偶像，等佢哋一齊可以享受到呢個台上面得獎嘅喜悦。喺嘅時候咧，喺後台咧，所有候選嘅得獎歌手嘅 fans 已經準備好啦。工作人員，唔該幫我請生力軍組合獎金銀銅三個嘅歌手嘅 fans 出嚟先，唔該。嗱，佢哋自己又唔知道自己要頒咩獎噶，咁而你哋咧又唔知佢哋係邊個嘅 fans， 但係我就知道啦。叱咤樂壇生力軍組合銅獎，咪大聲啲話俾大家聽，你嘅偶像係邊個啦喎嚇 ？I love you boys。I love you boys 上榜作品包括艾艾艾 love you。歌头痕唔痕啊？我有胸部，苏哈要食奶，以及 Good Morning Class。
好多謝商台冇放棄過。同埋咧，我哋下年咧會放多啲時間喺美國嗰邊發展噶。好多謝一直以嚟支持我哋嘅人，同埋幫我哋做嘢嘅人。雙峰唔好意思。我想要喺度多謝阿海、Wiley、Lisa、阿 Roy、Manny、楊生同埋陳生。邊個陳生？你唔係姓陳嘅咩？我唔係姓陳嘅。係，好多謝商台頒咗呢一個新力軍嘅金獎俾我哋。好，而家可以唱歌啦。銀嚟噶，銅嚟噶，銅。再，拜拜，多謝。叱咤樂壇新力軍組合銀獎。大声个铜奖讲俾我哋听，你嘅偶像系边个？乒乓，乒乓上榜作品包括《我话是》《杀他死》《爱是最大权利》。嗱，作为 fans 好少见到啊，偶像喺你面前咁低胸啊吓！嗱，嚟啊，恭喜 ！Thank you。做 fans 唔使咁含蓄噶吓，可以揽下咁样噶吓。在這裡多謝商台頒個獎給我們，多謝金牌唱片公司、經理人公司，多謝 Paco 給個機會我們出唱片，多謝阿 Mark 一路教導我們啦，多謝公司所有上上下的同事，多謝你們一年裡面幫助我們這麼多，多謝歌迷，多謝你們支持我們，同埋好多謝商台7903啦，多謝高 label EMI 唱片公司同埋高 label management Andy Toppy， 最緊要就係多謝二拎，因為佢真係好照顧我哋。另外有兩個人好想多謝，第一個就係阿 Mark 雷仲德，因為冇你唔會有乒乓，唔係你我唔會做到唱片交際同埋作曲人，好多謝我哋真係好尊敬你。第二個就係 Paco 喺一個咁動盪嘅環境都去支持 Ben 生。最後就係多謝我哋嘅 fans 同埋。香港所有教迷，總之我哋四個乒乓一定答應你哋會作更加好聽嘅歌俾大家聽，多謝。好啦，剩翻你啫喎，你真係要最大聲，要大聲過銀同埋銅噶啦，要大聲到嗌過對面海先得噶啦。如果唔係，佢哋好少嚟香港噶啦。FIR， 叱咤樂壇新力軍組合金獎。FIR 上榜作品包括 Lydia、Fly Away、我们的爱以及你的微笑。谢谢。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高兴，谢谢所有支持我们的乐迷，感谢我们的上帝，是他让我们能够站在这个地方，那领这个奖，谢谢你们。非常谢谢商台，尤其是所有的 DJ 朋友们，因为有你们的支持，让所有人听到 FIR 的音乐，然后也谢谢我们的唱片公司华纳唱片，你们为我们做了非常多，谢谢你们。然后在这里呢，我要非常骄傲的告诉大家，我们代表华人的音乐，现在已经有韩国人跟日本人来翻唱 FIR 的音乐，你们听到 Lydia、Fly Away 都会有韩文版跟日文版，谢谢。大家这首歌 Lydia。Lydia， 迷离的眼眶，为何流浪？心碎的海洋，受了伤，连微笑都彷徨。Gypsy 女郎，为谁而唱？你会看见，我看见，云看见，太阳，亲爱的。这杯
欢迎大家继续收看2004年度叱咤乐坛流行榜颁奖典礼。这个歌手成功与否，除了他自己本身要下过很多努力和苦功之外，其实乐迷对他的支持也是非常之紧要的。好像刚刚歌手朋友就由他自己的 fans 手中接过他的奖状，相信心情都是非常之紧张的。其实今年叱咤乐坛流行榜的这个主题就是台下小星星，台上大光明。即是譬如说乐迷对歌手的支持往往就是成为了歌手攞奖的一个契机的。那我相信跟着来会颁发的叱咤乐坛新力军女歌手的金银铜奖，除了女歌手自己本身很紧张之外，乐迷都会非常紧张。事关我想第一次由乐迷自己亲手将这个奖交给他自己心目中的偶像。好了，这个时候不讲那么多了，即刻将大家带回现场，给你感受一下那种紧张的气氛，即刻带你去了。跟住同我一起出嚟嘅咧，就系生力军女歌手得奖嘅 fans 啦。首先，我哋班铜奖，叱咤乐坛生力军女歌手铜奖。其实你唔使抑压嗰种喜悦，我见你哋真系好惊咁样啊，唔使惊定啲啊吓。话俾大家听，你嘅偶像系边个？阿爷伍一言。伍一言上榜作品包括《快乐时代》、《五一二爱你》、《扯线风筝》、《我是外星人》以及《点解问点解》，合共五首上榜作品。多谢多谢我 fans， 多谢。唔好意思，我比较眼浅一啲，要多谢商台啦，颁个奖俾我啦，因为今年我系新人，佢哋都好支持我，同埋商台所有 DJ 佢哋都好支持我，同埋要多谢我唱片公司、经理公司 Sylvie， 多谢布，多谢 Raymond， 同埋 Sylvie 所有同事啦，同埋要多谢我屋企人。今年其实我认识到很多新人，这件事是最开心最开心的，希望大家有意庆祝。还有我想在这里讲一件事，就是我的头发是真发来的。多谢各位，恭喜晒叱咤乐坛生力军女歌手银奖。大声讲出你的偶像是谁啊？ Ella 观音娜。观音娜上榜作品包括《可以几爱》、《上岸》、《Let Go》、《顺其自然》以及冠军歌《地平线》，合共五首上榜作品。多谢大家，Thank you。咁我都好眼浅，因为咁喺呢度咧，我想多谢商台啦。其实我准备可唔可以帮我揸住先啊？因为我一定会唔记得，所以我一定有张纸喺度。咁我想多谢商台啦，同埋所有嘅上上下嘅 DJ 啦。咁我好想喺度咧多谢我嘅唱片公司本别啦，同埋我两个两个老板啦，就系乃宪啦，同埋Keith 嘅。咁咧加埋所有同事啦，咁同埋 Felix 啦，大佬啦，咁同埋我想喺呢度咧多谢 Sam 嘅，咁我想多谢埋咧帮我做我嘅唱片嘅所有监制啦 ，Eric 啊、Paul 啊、同埋 June 啊、包以静啊、Wyman 啊咁样嘅，咁我同埋最紧要咧要多谢我嘅乐迷啦，同埋多谢我嘅家人，咁多谢晒。张纸有冇我名字喺度？有你啊，同埋心美，恭喜晒，恭喜晒 ，Thank you。叱咤乐坛生力军女歌手金奖，咁啊好简单啦，剩翻你一个咁样，认得自己歌迷嘅上嚟啦吓。喂，唔认得你啊，咁你嗌佢上嚟啦吓。Fiona，
薛凯琪上榜作品包括麦当娜一吻、上帝是男孩、八八六、南瓜车以及冠军歌《奇洛里维斯回信》，合共五首上榜作品。你需要知道我都眼浅嘅，你唔好过上嚟喊得噶。多谢你玩呢个奖俾我。我要多谢商台啦，每一个播过嘅歌嘅 DJ 啦，多谢你哋咁支持我啦。多谢华纳唱片公司啦，每一个帮我做嘅嘢嘅人啦，因为其实呢个奖真系唔系我自己一个人。因为其实他们真的帮我做了很多事都不好，他们平时行台行得很辛苦去写我的歌，可能其实如果我唱得不是很好听都是他们写得很好。多谢我要真的，多谢我爹地妈咪他们今晚又来看我，多谢多谢我的 fans 啦，佢哋真系好支持我，多谢，多谢你。唔好意思，我想讲耐少少。我要多谢我嘅化妆师 Jessica、Derek、麻辣姑仲要 Carmen、May、Gary、大家、Gordon、多谢晒你哋，多谢多。多謝埋我啦，多謝埋你啊，多謝多謝，太耐冇試過，因為咁開心，所以生日都冇試過啊，所以喊。哦，係啦係啦，唔係你有辦法令到你冇咁快啊，即係喊得咁緊要嘅，你知唔知佢叫咩名啊 ？Philip。啊，阿 Philip， 我係值得入去慶祝下啦。Ra ra ra。男孩话他烂题下试都讲我知，然而拼不进我动作说出厌闷，来个字情愿将我麻木捧得上天，但你偏偏不知真神内生很多块面。假如遇上第一失恋，假如想他们跟到，假如伴你慢慢吃巴夫，感觉像吃醋，不如手动打结局，不如喝下醉奶酪，不如尽快醒。照顾这一辈子，然而粗心到我越未记得风度冷却字，或者当我要撑撑到数天，但我偏偏喜欢日日内面很多趣事。假如遇上大沉默，假如上个大陷阱，假如伴你就像吻青蛙竟变做老公，不如手到大结局，不如练下我气度，不如尽快醒应你不够。请你发声。
恭喜晒 Fiona 薛凯琪嘅啊，难怪佢真系真情流露，表现得咁特别啊！咁啊都系嘅，作为一个女歌手出道短短一年时间啫，喺今次呢个颁奖礼度咧，已经一口气攞咗三个奖啊！系啊，冇记错，真系三个奖，包括有呢、這个啊呢、這个十大嘅第七位啦，咁啊仲有四台联班卓越表现大奖嘅铜奖啦，再加上有呢个叱咤乐坛女歌手新力军嘅金奖添。相信咧，一系攞咗三个奖，薛凯琪今晚一定开心到不得了。希望咧来年佢继续努力 ，keep 住呢个走势，唱多啲好歌咧，贡献多啲好音乐俾大家听咧，咁啊最好啦。转头翻嚟，我哋会继续为大家揭晓叱咤乐坛新力军男歌手嘅金银铜奖，究竟边一位歌手可以呢度攞到呢个奖咧？系咪你心目中嗰三个呢？一阵间转头翻嚟你就会知噶啦。唔好行开，转头翻嚟仲有2004年度叱咤乐坛流行榜颁奖典礼，转头再见。欢迎大家继续收看2004年度叱咤乐坛流行榜颁奖典礼。刚才就揭晓了新力军女歌手的金银铜奖，跟着来就会揭晓男歌手的新力军的金银铜奖。女歌手比较眼浅啲，我见到他们基本上大部分都有流下眼泪的。不知道男歌手又会不会很慷慨地样流下滴哇珍贵的男儿女呢？这个时候卖个关子先，因为即刻带给大家有金银铜奖的新力军的奖项。跟着我出来的就是新力军男歌手得奖者的 fans 啦。首先颁铜奖，叱咤乐坛新力军男歌手铜奖。唔知 fans 的外表当中估唔估到啦吓？大声啲讲出你嘅偶像，房祖名。房祖名上榜作品包括《边走边唱》《Little Boy Saturday Night》。房祖名因为有事不能够出席由英皇娱乐集团有限公司行政总裁吴宇先生代领的。可能你有少少失望啊，但不要紧的，能够将个奖交过吴宇先生手上面都很难得的。多謝商台頒呢個獎俾阿祖明啊，因為祖明去咗泰國就係震災，咁佢啊即係希望啊大家就為咗呢個善舉啦，所以嚟唔到呢度，唔好意思啊，但係希望佢就大家多啲即係為呢個善舉多啲出力啦，好啊，多謝，恭喜曬！叱咤樂壇新力軍男歌手銀獎。周国贤，周国贤上榜作品包括《木刻》《物极必反》《告一段落》以及《不敌》。喂，真系好紧张，多谢你，多谢商台颁呢个奖俾我，多谢商台所有嘅 DJ。想在这里多谢我自己唱片公司华纳唱片公司的这一年来一直为我奔波劳碌的弟兄姊妹，多谢大哥，多谢傅连，多谢 Gordon， 多谢 Ambrose， 多谢细哥，多谢 Carmen， 多谢 May 姐，想在这里还要多谢喜欢我的朋友和我的 fans， 我对 Bands Around 和我监制林建华和我太太和我的女，多谢晒。好啦，咪原来阿冯系女仔都眼浅喎，好似啊，唉、哎，行前少少，行前少少。咪你中意咗呢个歌手几耐啊？7年。7年，新力军1年嘅啫，你同佢中学同学嚟噶？唔系吓，你见唔见到佢喺呢度？我俾个咪你，有咩想同佢讲？你话俾佢听。刘浩龙是你啊，等了7年啊，终于都等到了。叱咤乐坛新力军男歌手金奖，刘浩龙上榜作品包括《师兄》《思觉失调》《救人》以及《断尾》。
呢条楼梯好似好短，但我行咗好耐先上到嚟。多谢你，佢系我唯一一个 fans 跟踪我七年，多谢。我多谢我唱片公司正东、邓勤、洪迪、何柏健、阿 Ross、Andy、Kelvin、大窝、邋遢、阿 K、Alice， 仲有我经纪公司明泽、国中、阿 Pat、Peter， 仲有呢、这个人冇佢冇我，佢执翻我翻嚟乐坛。向文浩，仲有 Alex Fong， 多谢晒大家俾呢个机会我。我今年真正学识咩叫做努力，我会继续努力唱好每首歌。多谢晒。自制假想，能延续故事，你的星星还仍然又再现，而分不清楚我位置。我唔记得多谢我妈咪啊 ，Thank you。问太多根本不回讲，束缚不来如人马座。因爱你令你不安，才离开不再讲。愿明天能不再为你痴缠，明白改不变，你仍离开很远。就算花光心机守每一个诺言，最后谁又会可怜？极危险，连思觉像也失调，还是我太犯贱，或是我太介意，太过肤浅。发篇短信留言徒然又是始终得不到你在意，留低即使很多的投资，如今已做错记下了自由缺点，太心动是我的一手包办，令你心变酸，弥补如何还是太迟。若然你如果有日说分歧，我这生放弃也用来祝福你，仍收起唱痛到每一出戏飞，而这票尾还应否舍弃。 Thank you， 我会继续珍惜大家所给我的机会。 Thank you。恭喜晒师兄刘浩龙，相信咧头先见到佢唱歌嘅时候嗰、那个样貌，佢嘅眼神都知道咧呢、这个奖能够得到咧，对于佢嚟讲咧系一支莫大嘅强心针嚟嘅。好啦，呢、这个时候咧系时候做下一个大嘅半嘅大总结啦，睇睇咧有啲咩奖项颁发咗，睇睇先。首先咧次过讲一讲咧就专业推介叱咤十大嘅十大位置，第十位系达明一派嘅寂寞的人有福了，第九位系容祖儿嘅一拍两散，第八位系陈冠希嘅香港地。第七位是薛凯琪的《奇洛里维斯回信》，第六位是古巨基的《大孔》，第五位是黄耀明明哥的《翡翠剧场》，第四位是张学友的《讲你知》，第三位是李克勤的《空中飞人》，
第二位是杨千嬅的《小城大事》。至于叱咤乐坛至尊歌曲大奖就是许志安的《美中不足》。另外雷霆乐坛颁发就是《英皇娱乐》。至于2004四台联班音乐大奖卓越表现大奖铜奖得主就是薛凯琪，银奖得主就是吴浩康，金奖得主就是关心妍。而叱咤乐坛新力军方面组合的铜奖就是 I Love You Boys， 银奖乒乓，金奖 FIR。新力军女歌手铜奖是吴日贤，银奖是观音娜，金奖就是薛凯琪。至于新力军男歌手铜奖就是有房祖名，银奖周国贤，金奖就是刚刚唱过歌的师兄刘浩龙。恭喜晒咁多位歌手的，正所谓好戏在后头，一阵间还有其他奖项的颁发的，包括就是有叱咤乐坛的男女歌手和组合的金银铜奖，叱咤乐坛我最喜爱的男女歌手组合以及我最喜爱歌曲大奖等等的。不过大家不要心急，暂时我们要休息一阵，要交给我们新闻部的同事为大家报道一下最新的新闻报道的。不过转头在12:03我们会继续进行我们第二 part 的2004年度叱咤乐坛流行榜颁奖典礼的，千万不要走开。12:03继续有 Miko 出现帮在这里为你揭晓各个奖项究竟花落谁家。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电视机的旁边收看2004年度叱咤乐坛流行榜的颁奖典礼。在这个时候 Miko 为大家做一个中场的总结先。计翻头先咧，总共得到最多奖项嘅咧就有薛凯琪 Fiona 啦，总共得有三个奖嘅。而明哥黄耀明都唔弱喎，有个半奖嘅，事关另外嗰半咧就属于达明一派嘅。不过相信咧跟住嚟咧更加多个奖项嘅颁发咧，就会令到呢个结果咧可能会改写啦。跟住嚟会颁发嘅奖项包括咧就有叱咤乐坛至尊唱片大奖，另外亦都有叱咤乐坛唱作人嘅金、银同三个奖嘅。究竟哪一个唱作人可以得到大家心目中的奖项呢？即刻为你揭晓。这个时候即刻带大家回到现场，就是有2004年度叱咤乐坛流行榜颁奖典礼的现场，感受一下那个气氛先。真的大家虽然天气冷一点，不过都很热烈的，看看在叱咤903播放率最高的那张唱片就可以得到这个殊荣。叱咤乐坛至尊唱片大奖，一张唱片能够成为至尊，唱片的监制是很重要，所以现在先请这张唱片的监制上来拿奖。监制杨千嬅。杨千嬅电光幻影，监制杨千嬅，大碟上榜作品包括电光幻影以及三首冠军歌处处吻、炼金术、小城大事，总播放率为全港唱片之冠。今次我哋分得好清楚啦，嗱呢个系监制嘅奖项嚟嘅。哇！嗱呢个咧，哇！就系你监制嗰张唱片嗰个歌手嘅奖嚟嘅。哇！我咧，哇！救命啊！我真的没有想过拿这个奖，救命啊！我不会是一张唱片的唯一的监制嚟噶，哇！救命啊！唉，唔得啊！唔好喊啊！我不会喊，我30有1啦！我要多謝我覺得應該要請曬所有我啲著唱片幫我一齊做製作嘅所有朋友上嚟，因為咧冇咗佢哋喺後邊依九年裏邊去教導我同埋同我一齊去製作唱片嘅話咧，你今日就算俾我攞全宇宙我最喜愛女歌后都冇用嘅，所以我喺度希望可唔可以請曬我呢張唱片、我唱片公司 Paco 啦、阿 Mark 啦、林夕啦、Wyman 啦、Eric 啦、人山人海啦、阿于啦，唉死我 up 流一定 Ronald 伍乐成啦、叉姐啦，死啦我真系唔知咗好多，但系你哋都冇人喐嘅。阿妈你开始起身咧，系咪有啲就开始尴啊？咁都揾我一齐上嚟。Wyman、Jason、Park。
這個真的冇可能是我緊拎的嘢嚟嘅。Paco， 你拎最冇事啊，快啲拎住！我唔知講啲咩好，總言之，好多謝所有買電光幻影支持正版唱片的朋友，我的尖華群英會爸爸媽媽，尤其是華星年代栽培我的所有幕後班底 Evelyn， 俾咗好多音樂上的根底和基本知識，咁我度係啦。多謝你哋，多謝叱咤903所有嘅好朋友。多謝真係攞錢出嚟買過呢隻唱片嘅朋友。我唔識講嘢嘅。多謝 Paco 啦，喂 Paco， 你平時多謝邊個咧？多謝所有買唱片嘅人。我諗。好恭喜千華作為一個監製的身份得到呢個認同啊！同埋我好多謝千華對人山人海一直都咁信任，同埋喺佢每一隻唱片都預留一個位置俾我同俾我哋同佢一齊做音樂。多謝。千華作為一個監製，最大對我嚟講最大好處係佢從來都唔追我歌詞，我寫唔切佢第二節唱。多謝。多謝千華，佢教咗我好多嘢。我淨係阿於咧，今日唔喺香港啊。咁Happy New Year， 所有人多謝全宇宙嘅人，揾多啲今年。Thank you， 多謝你哋。哇！熟人，你爱路过去索取艰难，陌路人变得别有份好感。你热爱别离，再合再离，似花瓣献技，叫花粉献技。哦哦，你在播弄这转线游戏，跟差越错，差与差在一起。你小心，一吻便颠倒众生，一吻便交一个人。请教的体温，总会再捐给某人。一吻便抄一个心，一吻便杀一个人。一串敏感，一串金，一点崎岖的旅行。Thank you， 多谢你哋，真心好多谢你们。每晚大概有上亿个人，在地球上落力的亲吻。你那习惯散播给众人，在地球上为诈骗及世人。你热爱别离，再合再离，似花瓣献技，叫花粉献技。哦哦，你在播弄这转线游戏，跟差越错，差与差在一起。你小心，一吻便颠倒众生，一吻便交一个人。给你请教的体温，总会再捐给某人。一吻便偷一个心，一吻便杀一个人。一串敏感，一串金，一点崎岖的旅行。哦，你为何未曾进行这十交的爱情，消失的旅程？哦，延展铺天盖地好本领。哦，这的爱情，魔中的旅程。下个差，差吻差，差吻差吻差吻差，连续愉快过程。你结束这旅程，多得你这杀声。你小心，一吻便颠倒众生，一吻便交一个人。给你请求的体温，总会再捐给某人。一吻便抽一个心，一吻便杀一个人。一串敏感，一串金，一点崎岖的旅行。他怎高兴？他问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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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叱咤乐坛唱作人铜奖。李克勤，李克勤上榜作品冠军歌《空中飞人》。嗱，克勤虽然系第一次攞呢个奖，但其实咧，克勤已经唱作过好多首歌，当中包括有《红日》《夏日之神话》《高妹》《球迷奇遇记》等等。作为一个歌手，你填写咗成70首歌，你都算犀利啦，克勤，恭喜晒！多謝，好意外可以攞到呢個獎，我會繼續努力噶。咁2005年，我會多啲創作，希望多一啲歌俾大家批評一下，覺得好唔好都希望大家會喜歡啊！多謝商台，多謝所有喜歡李克勤創作嘅朋友，多謝。恭喜曬克勤！叱咤樂壇唱作人銀獎。应该要多谢叶佩文嘅喎，你 Eric Kwok。Eric Kwok 上榜作品包括《烟雾弥漫》《生日快乐》以及《就当我未换旧》。恭喜 Eric！ 多谢 Music Plus， 多谢 Lisa， 多谢 Wyman， 多谢林夕，多谢林宝，多谢中意过 Eric Kwok 作品嘅人，多谢叶佩文。欢迎大家继续收看2004年度叱咤乐坛流行榜颁奖典礼啊！嗱，头先咧我哋系颁发咗咧呢个叱咤乐坛嘅唱作人嘅铜奖啦，同埋呢个银奖嘅。其实唱作人呢个名咧，其实真系系都几有背负嘅事关。你系要唱得啦，你又要作得，两样嘢一齐得咧，要攞到呢个金奖咧，更加咧要系芸芸嘅唱作人之中嘅表表姐。究竟边个开得到叱咤乐坛唱作人金奖咧？即刻睇睇啦！叱咤乐坛唱作人金奖，哇！他攞过好多奖噶咯，不过唱作人奖咧都仲系第一次，而且一攞就攞金奖。张学友，张学友上榜作品《给朋友》以及冠军歌两首《Life Is Like a Dream》，讲你知。有请正东唱片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王建涛先生代领。恭喜！喺度再一次代表学友多谢7103同埋支持佢嘅歌迷 ，Thank you。叱咤乐坛作曲人、编曲人、监制大奖。一手包办作曲人、编曲人同埋监制大奖嘅阿妈雷仲德，雷仲德作曲、编曲、监制上榜作品包括《杀他死》《信望爱》《一比一》《爱是最大权利》《嗱嗱声》《两个人的烟火》《暗花》《情常在》《跌舔伤口》《什么》《落地开花》《纸醉金迷》《派对动物》，以及冠军歌11首包括《大方》《处处吻》《双追人》《风杀令》《蓝队》《大雄》《不可一世》《学行》《爱与诚》《美中不足》《小城大事》，合共24首上榜作品。阿妈，雷仲德，多谢大家，多谢903所有 DJ， 多谢 Paco， 唔知点讲，因为每年攞完之后好开心，但系即刻个压力就大好多，就系、是、下年再寫啲咩呢，或者做啲咩突破呢，咁都係嗰句啦，大家都要一齊努力啦。喺度更加要多謝詹叔啦，因為詹叔教咗我原來做創作做音樂係好有意思嘅嘢嚟嘅。多謝大家。
叱咤乐坛填词人大奖。黄伟文，黄伟文，2004年度究竟创作咗几多首上榜歌呢？嗱，以下落嚟咧，我哋一路宣读黄伟文嘅上榜作品。一路送上星星俾 Wyman， 而家开始。黄伟文上榜作品包括《六尺风云》《洗剪吹》《艳光四射》《救生会旅行》《生日快乐》《心病》《前所未见》《白门》《Beautiful People》《坦克车》《一言为定》《大象》《南瓜车》《如无意外》《停电》《精选》《择日失恋》《什么》《开大》《木刻》倾慕者、师兄、零四好玩、落地开花、嗱嗱声、可以几爱、有子、分流、纸醉金迷、尼古丁、心照、同情心、救人、冬令时间、我们的合唱歌、我是芭比，仲有好多星星跳在你身上噶，添埋条裤都唔推噶，我觉得。Wyman 一上榜作品仲未完，仲有冠军歌，我哋为佢贴上金星。黄伟文填词冠军作品包括《奇洛里维斯回信》《世上只有》《对不起不是你》《调情》《嫁妆》《今年没圣诞》《明天请早》《相依为命》《地平线》《吻别的位置》《美中不足》《分身术》《蓝队》《封杀令》《学行》《怕意识》炼金术，寂寞的人有福了。连埋冠军歌18首 ，Wyman 2004年度嘅上榜歌曲总共有54首。叱咤乐坛填词人黄伟文，恭喜！爆冷。我冇谂过会攞到呢个奖，因为死得多唔系我嘅目标。我甚至应该唔会有得再写歌词，因为我歌词交得好慢。我又饿死，我又唔肯改歌词。我又唔识做人。我又讲错嘢。唔知点解。我多谢我多谢信任我嘅即系唱片公司、歌手、监制，我多谢我多谢，哎呀，我唔知道多谢边个，我多谢我嘅 publisher EMI Publishing， 我多谢 Tony， 我多谢我啲朋友，我多谢我啲朋友，如果唔系我唔知点样可以写到10年，我多谢佢，佢知道噶啦，我喜欢邓瑞文，我喜欢何秀兰，因为他告诉我们，他令我知道拿不到奖不等于叫输。同样地，拿奖也不等于叫做赢。如果有得我揀的话，或者我会宁愿没有拿奖，拿不到奖，但是有人觉得我不值，好过攞咗奖，有人觉得我唔值得。再一次恭喜叱咤乐坛填词人黄伟文。Ladies and gentlemen， 林海峰、森美。首先恭喜晒所有得奖嘅歌手同埋音乐人先。对于未能获奖但依然出席支持叱咤嘅歌手，我哋更加感謝你哋。咁為咗答謝呢一班仍然咁支持叱咤嘅歌手咧，今晚咧我哋專登製作咗一首歌，咁喺度咧好想唱俾佢哋聽嘅。介紹下呢首歌先嚇，
呢首歌我哋揾嚟 Eric Kwok 为我哋作曲，亦都专程咧就揾咗 EO2 为我哋排咗一只舞噶。咁当然啦，填词方面我哋绝对唔会马虎噶。呢首歌嘅词我哋揾嚟著名作词人林海峰先生为我哋填上。哎，我都话叫你唔好讲出口噶啦。莫非你唔记得咗我表面上系一位过气嘅艺人，实际上我真正嘅身份系一位非常之低调，但系好著名嘅填词人咩？唉，咁我何尝又唔系一个活泼精灵，但系演技老练嘅新晋男主角？喂，真系唔多觉喎，真系。咁大家咁话啫。哦，失敬失敬失敬。啊，久仰久仰久仰。喂，唔好阻大家时间啦，好嘛？系时候唱歌俾佢哋听啦，好嘛？送俾所有未能够得奖但系依然坐足全场支持叱咤嘅歌手，鼓励下你哋。呢首歌嘅歌名叫做《今晚冇奖攞》。恭喜你，今晚冇奖攞，辛苦你陪人坐到肚饿。恭喜你，今晚冇奖攞。冇奖攞，局主要坐，冷气冻吹真膝头哥。有奖攞咁又点？颁奖礼一年有四个，着到咁靓仲未嗌我，等咁耐等到就发火。嘿，安仔去咗厕所，阿基仔佢话咁就睇我边一个。今晚有奖攞，一个个前排坐如坐落，真搞错，叱咤冇奖攞，想点喎？有边位未坐过？上年又坐。再倾妥，死歌播难播，但唱片卖几多？励志歌、K 歌、跳舞歌、儿歌，惨情歌、冧歌，佢上网偷咗你首歌。We are the losers, who are the champions？ 输家都争气，掌声分给你。少咗你，成排凳就空